由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 HKIPP 主辦2015年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年展，今日在尖沙咀海運大廈隆重揭幕，有多達47位香港最頂尖的攝影師展出他們今年最得意之作。今個星期六日請到本地7位知名的攝影師同大家分享拍攝心得，這麼難得的機會一定要來。詳情請瀏覽 www.hkipp.org。 Thank you。咁难得嘅机会，记住一定要嚟啊！咁难得嘅机会，记得嚟啊！咁难得嘅机会，你一定要嚟啦嘛！记得一定要嚟！我话今年 HKIPP 呢个摄影节一定要嚟睇啦！支持我哋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每年一度嘅年展，海运大厦见！